你没有拍啊？13:19。13:19。对啊。好热。啊？我火火的。卖咖啡。溜着，360在这里用，因为你看全部都被围起来了，都被包围了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来吧，拍照。端咖啡出来是怎样？对的。好。但是我现在搞不太忘记它的用法了，好像是按两下去拍照吧。然后它也到底在闪，我真的有点搞不清楚。举到正上方嘛，那我就随便闪了。好，还是这样，这样会怎么样？还摄影吧，按一下应该是摄影吧。来看看环境，就自己转一圈。他本来就会转的，你还要转。好，然后呢？它没有一个闪闪闪的模式啊，还有点搞不太清楚它到底怎样。好像红灯亮子就是录。没有，它就没有红灯亮这件事，然后就绿的跟蓝的。好像是哦，怎样？还是这样才开始录啊？现在是红灯吗？现在是绿灯。那我今天会不会都搞错啊？拿着其实都没录到，我说我应该检查的。你可以现在检查，你有装 APP 吗？有。那你把它横着插上去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还是两下？两下是这样吗？我觉得这比较像摄影。你现在是拍，你是说拍照的意思吗？摄影。好，然后两下，一下，这样应该是照一下。我们三个分开站吗？站一下。这样是这个，是吗？那我今天下午今天滑都没有拍到。没关系啊，那不重要，弄一小段。嗯，还要，然后360拍一拍吗？现在大家都不会动。对啊。哇！啊！四小屋方面，高天元左右。
等别人都走了，我们再来拍。看来是不会。为什么？又加二，然后等下减二又加四。啊，等这一个家庭走了再拍。好热、哦。好热、哦。对，我应该先拉开。脖子这里超热。那我们站过来一点，摸过来一点啦，拍照啊，好，好啦，自己摆自己的 pose， 来不及，好了吗？好了、哦，嗯，那我要给你收起来。好、啊，那既然走过来，我就拍这个树吧。就是要，我就是要停下来拍树啊，它就结的不够多。对啊，这个还不错啊。那个就很像树冰。有，真的有，没了吗？那个，不用。好热哦，热死我喽！收回来，收回来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他咖啡要怎样拍照片？我不知道他在弄什么，他专门弄了咖啡出来，还是宣传？有可能。你待会可以帮我瞧一瞧那个棍子的位置，我只是怕你自己撞到，可以吗？要怎么瞧？放你比较低一点，或者什么的。你现在放哪里？哦，还没有塞下去，但是我塞下去，塞下去。好、啊，只要平着放就好，不要直着放就好。你喜欢这边，跟我相反。懂吗？你连拉拉的人位置都跟我相反。哦，好热哦！我跟你讲，哦，拍照，拍照，来，你站着，不要动。很热，等一下、哦。好，正常跟人像，不过来一点，好，过来一点，因为那边对着光，我觉得不清楚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不够多，比较多，一二三，三，好，人像一下，哎，人像看不出来，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好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哦。等一下，要先这样 哦。好看哦。然后这个普通的就这样。好，要两种哦。好。等一下拉下来。会努力的。哇、哦，热死了。哎、这人像。好。好，这一张。Epic draw。看我脸。Stop。你刚好那只指头破了，可以磨。对，可是它本来也是那个啊。我的感应的都坏了。我的就一颗哎、欸，有一张有两颗的，我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来来，你棍子干嘛一起拿来？他一直随时想要 ready 要走，好，先拍照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横着呢，横着也不错。一二，嗯，有网子，有点丑。一二三，你要一张横的吗？横的树比较多。别别别，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，太远了，人太小。好，太远了。好。
1、2、3，啊？你要看远方吗？我看远方都假假的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你看远方？我就不会看远方、啊。看远方，你要给我指定一个方向，这样吗？转过来一点点。好。湖面吧。啊，他下巴抬高一点。下巴还要再高哦。嗯。有志气要抬高一点啊！啊，看我一点点。好。哎、欸，这张好。看远方很难呢、欸。哪会很难？是不是？哦有吗？好像在看天空了，对啊，就是很像在看东西啊，嗯、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啊、我看看远方交道，大家传给你哦，好凉快哦，拉下来一下，好凉快。要冲一下啊！啊？那我不知道冲哪里。他怎么？他冲哪里？小屋是不对。默默是小屋吗？四小屋，左边，左边。会到这个缆车的下半段，然后我来拿，你们跟在我后面。好啊，这里都是绿线。来，可以这里多滑几趟啊，你就多录几趟吧。对啊，想拍大家一起。这里风景好啊。对啊，就是上次我们两个的那个白马，我也一直看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你跟在我后面啊，然后就摔。没去啊。我就不见了，又跌倒了。那这里多滑几趟啊？多滑几趟？都是这个缆车，这是两人配。你帮我拉好好不好？好啊、我来组装你了。两人配合就是轻轻松松的。滑进神社要干嘛？东莞山神社。两个人趴下了，他们是知道那里可以去啊。他可能可以接回下面那条路。出发。好，出发。路给你可以吗？好。有蓝天。有蓝天。有树冰。有太阳。太阳，走。
出发，爬不起来。回去上面了，我说回去我想说、啊、那你拿着棒棒上去吧。哦，拿着就可以了，收了。嗯，对啊，很多人都是很漂亮。哦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嗯，很漂亮。好啊，顺便作为休闲顺便录。好啊，然后下一次四小屋山顶是这个。哦，然后最后要回去的时候，你还要再做这一个，是啊，上去然后拉去一直来。好嘞，门呢？门还那么远。好漂亮哦，好不好？Hello. 大树冰，很漂亮。今天太阳出来，天空上蓝，
很漂亮。谁拿？你拿。好漂亮哦！再来两趟，对，再来，这是第一趟，然后第二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还是原路去了？原路啊，还是一样坐这个缆车。好。那我在，你们刚到底有没有跟好我啊？有啊，有哦。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我后面。你不用管，你就录就好了。啊，反正我们有三趟嘛，你就看三趟各自发生什么事。第二趟好。Second， 出发喽 ！Cut two， 我这样会不会举太高？没有，这样刚好。这样很慢欸。糟了，太平了，太辛苦了。太早开始录了，大家都动不了。直走。小心。
弱了吧？没电了。嗯，才录没几秒哎、欸。对啊。昨天应该再充一下电再出门的。太冷了。那还在原来的吗？那我们就坐这个上去啊。嗯，这个啊，左边这个。山顶的，对啊。好啊。好啊，收起来吧。他就一直我听到他噔噔噔噔。真的没力了吧？好弱、喔。我看一下，嗯，他真的很逼，嘿嘿，没在吹风吗？哎呀。嗯、欸，为什么每次我都会收不进去啊？冷收热胀？不是不是，有一个，好了，反方向的。不是不是，它镜头还在里面。什么叫在里面？怎样？怎样？就按到我常常，因为它在侧边，我常常会按到开关。好。然后你又按它了？没有没有按它。你刚刚的手的位置是要按它的那个位置。我就有避开了。那就只划一次这个红线，划划看是不是，然后下来的时候记得带。哎呦喂啊！我拿去拖地吧。你多少？棒子太长，我刚刚拿去拖地。没关系啊，太长。哦，记得哈。嗯。下来要冲这个，因为我们要坐这个缆车。哎，再坐一次这个缆车。下来的时候，从会从这边下来。嗯。下来的时候。他有听到吗？他没有听到，你就。对，我先跟你讲。我知道了。好。好的，好，冲过去。啊！冲过去那边。我冲得过去吗？可以的，我们这里是上坡。冲哦，冲哦！去那个缆车哦，刚刚的那个缆车，下来的速度要用进那个缆车哦。好。它的那个档哦，好像要故障了一样。怎么要故障？档档哦，档档哦，有听到吗？线下来我不知道会是哪边，然后那边好像是绿线，还是一趟下来再还原？不知道，因为上面我只看到黑线跟红线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绿线。等一下看看它的地图好了。我的那贴纸附近是团结了，很卡耶。啊，要撕掉了，就是回家撕就把它撕掉了。可惜哦，它的图太细了。什么图？跟我那只猫啊，它眼角开开那个铁板的，就很细啊，很难。你看吧，我们上来，太阳就给我们上来了。耶耶。不冷，一点都不冷，因为没有风。嗯，现在有一点点。有啊。对，如果有背后，背后。嗯。雾啊雾啊，什么都看不到啊。快上，快上！哈为什么我觉得肚子皮有点痛？为什么要肚子？有用力吗？
对啊，我肚子现在在，我刚刚想咳嗽一声，我就发现我的肚皮是痛的。想要起身有用肚子的力量吗？有可能有。肚子也在痛，皮也在渗透。欸，我觉得我的膝盖啊，嗯，就是在洗滑跟坐缆车都恢复的不错哎、欸。我今天是两个大腿的后侧肌肉酸痛。你用到后面，奇怪。那你等一下就站在平地的时候，你往后弯，不要往前弯，那但你腿要伸直，那可以拉伸展你的面筋。嗯。等一下有平地，就是你脱鞋子之后。反正现在坐缆车椅子的这一段就刚好往下压，现在就在压那块肌肉按摩。也可以啦。好像很重，是不是？是很重。等一下仔细看一下，等一下仔细看这一段。OK 的话，我们就滑这一段。但是你看到那里又有一点草。哦。他可能把它围起来。冲好快。可能红线是哪一条？你会因为冲很快而摔倒吗？如果突然一个不专心然后很怕的时候就会摔。就很怕的时候还会不专心。啊？很怕还会不专心，就有时候就不专心，然后就是一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然后就很怕，然后就倒了。其实也你不应该倒的。啊，到了，等一下看那个牌子，那里好像有个路牌。好啊。还是细下来就有。哇，那个阶梯。然后那边左边跟右边就很重哎、欸，都很重。其实对他们来说应该很重。竹子哦，这竹子哦。不是，你就下在那个。很多人都滑这啊。简单的吗？你看那棵树就有一棵圣诞树吗？白色圣诞树，你看我们上来是不是太阳跟我们上来？嗯，看得到这个吧，太阳跟着我。就是这样。哦，沿着这边边滑就是红线。就是最右边，那就是刚好要回去的马路。你说挤开一层，他挤过来，我说，就是他挤过来，我有办法，我坐中间呢。线跟黑线一起，什么道理？好好笑。绿线跟黑线一起，对啊。我们原来想要最靠 lips course 嘛，然后下半段想要切联络 course， 我们是要走联络 course， 我们的走法是 lips， 接着是 internal， 接着是联络，就是都靠左边走啊。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接着下面有个缆车，就是刚刚的缆车，对不对？哎，等等，不对不对，他的画法打平了哎。我们刚刚的缆车是这一个嘛？他说这个往上。什么啊？刚刚滑的是联络扣。对。然后接着坐上来是这里，然后这样滑下来，反正就是靠一直靠左滑就对。嗯。不要滑绿线就对。哦，那是黑线哦。没有啦，很下面才是啦。你试试看那个 slime。嗯，下面才是啊，应该是有没有压的地方，你不要走没有压的地方。有个特征吧，这里看起来就好。嗯，好，跟你走。左边，左边啦。我要先下去。
被撞到吗？啊、你脚没有被撞到吗？他自己冲那么快，他控制不好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看到啊！那我们还是走右边。你要是下面，你真的有看到他才放过去。
见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呼叫呼叫，你在哪里？他传讯息了。我们走刚刚的缆车，又再坐一次。你跑哪去了？你说四人缆车，四小屋山顶的缆车。我们是搭四小屋山顶缆车。啊，他走到哪去？他说是发福温泉坐公兜了。他又滑回去了，你叫他再滑到四小屋来。他真的走到这边边的路去。嗯。你就叫他再滑回四小屋了。滑。喂。他在坐公。四。两。五。他不用滑回来啊，他坐上去以后，那你到底要教他怎样？没关系啊，滑出来比较简单。山顶缆车、哦。对啊，叫他来坐山顶缆车，我们就山顶缆车一直滑一直滑，这里简单。为什么他跑到哪里去了、啊？他刚那个绿色那个岔路，他就要靠边边，他就真的一直靠边边，他就靠出去了。刚刚四人坐这个，四人坐四小屋山顶。我们要搭上来了，我们会继续滑这条。他说叫我们在那边等他，他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就说那个岔路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一看时间哦，该回去要那个、哦、要算好、哦。那就只能在下面等，不要去四人缆车等，而是去那个。哇，先这样下去，换到一半。啊，换机场。我手里握着机场。你说现在几点？你帮我看，我现在先查记忆卡。2:05。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再滑一次。我看你的。我的好像也叫了，刚刚叫。没有，你还在录。那就换了啊。你要现在换吗？要拆壳又要拔线，好，那就刚好趁现在。正常吗？你正常，你看我有没有红点？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嗯。哎呦，现在是没有了。现在充电。现在充电没有画面，充电中。现在才是。你现在给我，你不能你一转完就跑走。这样应该有了吧，闪红灯、啊。要闪好。对时了。好、啊。现在时间。
1408。3番に、怎样？先走，走了。袜子又有点松了，好烦。去了，还要去排哪边？其实这个时间慢慢的回去，我也觉得差不多了。哦，去排两轮缆车。好。你还想要再滑一次吗？不用了，我这个留体力滑回家的路。好。没有啊，我们在
刚刚风景漂亮的二人座。那我们要不要下来用坐在路边比较舒服？啊？对啊，坐站着也会累，我觉得。站着累了就是我刚才。哦，就一点点累啦，但是就觉得坐下来不是更好？哦，我是有点太挡路啊，我过了一点。就算他到了，也得走上这一小坡。为什么？他应该从这边下来。好看。那滚走了。哦，怎么那么深啊？脚有点。现在信号很差，我现在还在什么志贺高原山之上。你说位置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的手机信号到底差。哦，一走成这样。有点那种麻麻的，所以是你看了，不是他看了，对不对？他滑这条线去了，他滑到这里来了，然后滑到这里以后，其实他可以就可以接回来了。嗯，为什么他要再上去啊？他还要爬坡哎，这里又没别的缆车。这样怎么滑得过去啊？这里还有别的缆车吗？这个下往上，那这条路会通去哪？它回得来吗？好，我这边的图无法知道详细资讯。那录影先停下来好了。好。